very good example of South-South collaboration. Clearly, they have a significant need for these masks. 我们给所有利用平安南非的这种微信平台，及时向我们中国在南非的侨民啊，及时的这个告知疫情的进展情况、最新动向，以及如何做好防护、应急处置。我们跟主要城市的医院都建立了联系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马上能够进行应急处置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